诸位同学，请看《慧灯菩萨赞颂》第六首：十方广大刹，一劫勤修行，能有正遍知一切诸法海。上来，这个四首颂都是赞叹菩萨了，悟如甚深的法海。第一首呢，也就是经文的顺序，第三首是赞叹菩萨证得甚深的理法，随愿现身与众生感应道教。第二呢，这个第二首呢，就是顺序的第四首，悟多行法，佛慧双修借着这个第四首是讲的正果，修行正果，体无不变。那么这一首是讲的悟如甚深的教法，深广难知赞颂赞叹的是十方来到华藏海会的这一些菩萨们，前面跟诸位同修说的很多，赞菩萨就是赞老师老师是毗卢遮那如来，如来善教菩萨善学所以有这样殊胜圆满的成绩。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不仅仅是向往赞叹，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怎样学习效法菩萨能与菩萨修行有少分相应就好菩萨得大自在在九法界里面随众生心现身说法我们没这个能力那我们怎么学习呢？至少我们要能够观机，一般人讲呢，察言观色，
懂得机会教育，啊，也要学习以一切善巧方便，啊，把佛陀这样殊胜圆满的教学介绍给大众啊，啊，先前社会大众啊，对佛法误会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不仅是社会大众，学佛的出家人都有严重的误会，啊，这什么原因呢？虽然身出家了，没有深入经藏啊，没有常常去读诵大乘，啊，你看《净业三福》第三条讲，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没做到啊。这是真的啊，我们决定不能够怕难为情啊，隐藏自己的过失，那个过失就重了。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发怒忏悔啊，发怒是我们自己有过失，知道过失应该说出来啊，要改过自新啊。有一些出家人门户成见很深，不愿意去读不同宗派的经典，于是造成了门户之见，养成了狭小的心量，与佛陀教诲啊完全相违背。确确实实形成了孤陋寡闻啊，嫉妒障碍，不但不能弘扬方法佛法了，实在讲障碍佛法的流通啊。啊，学佛只有叫初学，啊，不准他听别人讲经，不是对普通人的，啊，老师看准了，这个学生呢，可以传法。才用这个方法来限制他，如果他不是一个传法的材料啊，佛门里面讲的法器，他不是法器，你限制他干什么呢？没有必要嘛。如果这是个法器，那你当然要爱护它，要防止它受不善的影响，
不得已才这个做法。而这种做法决定是有期限的。期限长短没有一定。要看学生修学的程度。他要很勤奋，勇猛精进，他的时间就缩短了。以什么为标准呢？以他智慧开了。不是开很大的智慧，足以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利害，他有这个能力，老师就不限制了，就开放了。不管什么人讲经说法，通通可以听。事出世间，不管什么样文字，你都可以看。你只有利没有害，你有能力辨别。早年呢，那样限制防范，是因为你还没有能力辨别，怕的是看了一些似是而非。听了一些似正而邪，你受了他的影响，把你的善根毁掉了，那真可惜啊。所以只有对传法的人才加这样的限制，不使传法的人没有限制。我们要懂得了，看看这个人有条件能够乘船大法，要特别爱护。那种爱护往往不露痕迹。老师真的爱护这个学生，照顾学生，学生自己不知道。真照顾啊，表面上不露痕迹。古今中外啊，好老师对他的传人啊，无不如是啊。那么传人的条件是什么？跟诸位说的非常简单，尊师重道。孝顺父母，这就是条件。老师看这个学生，如果天性纯孝啊，他的善根深厚啊。尊师重道啊，他有资格接受大法。为什么呢？老师说的他相信。这个相信不是说信了啊就算了。他能奉行你对老师尊不尊重，有没有信心，就看老师的教诲你能不能落实老师教诲不能落实，你对这个老师不尊重。如果尊重，不敢不做，不能不做，我要不做啊，对不起老师。他有这么个心态呀。老师一生教学当中，他
他对学生很留意。要遇到这样的学生，他就发现了宝藏。真的是宝啊，家里面子弟有真正孝顺父母的，孝顺父母对父母的教诲百分之百的顺从，这个儿女啊可以传家接代他可以继承上一辈的家业能担当得起来最明显的古时候帝王立太子传授政权继承人做学问的人修道的人佛门里面讲法子这关系最亲密的法子是传人不是普通弟子是剃度的弟子受戒的弟子这个无足于轻重最重要的传法的弟子这个弟子自古以来不容易遇到常言说得好可遇不可求你到哪里去找去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到哪里去找一个学生真正能听老师话的老师教导他认真去做的找不到所以佛家常讲的缘分总在缘分没有缘就没有法子诸佛如来，他们跟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结的缘深，所以他的弟子多。弟子多传人就多在我们中国一个老师传人多的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只看到一个人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一生有43个传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多的我们看到5、6个传人1、2个传人的很多
有一个传人，两个传人，40个以上的没有过，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多难。我们看看近代，夏莲居老居士、梅光系老居士，一生弘法立身教学，传人黄念祖一个，你才晓得不容易。李炳南老居士在大陆上弘法立身那段时间，我们不要提他。到台湾38年，讲经说法38年了，跟他学的人多。我是概略保守估计，不会少过50万人。传人有几个呢？这大家都知道的。生活在现代这个时代啊，真正传他法的只有几个人而已啊。这才知道真正不容易。不是老师不教，老师非常热心教导，而是做学生的人不能克服自己烦恼习气，关键在这里。不能认真努力学习，我在早年30岁的时候，把工作辞掉了，跟灿云法师住茅棚，灿云法师教我的看经，他不讲，他只教我看，首先上山呢，看印光法师文钞正篇序篇。每一天呢，在茅棚里面做义工啊，这茅棚就是个家了。所有一切事物，我一个人做。茅棚住5个人，3个法师，一个住金州老居士，70岁了，总不能叫他们做事啊。我一个人最年轻的，承担全部的工作，洗衣服烧饭，那时候不要砍柴，捡柴火，住在山上，山上这个树枝落叶很多，我们带着畚箕去捡，
那时候烧土灶啊，这是燃料啊。水不要挑了，山上有个水源啊，我们用一个方法，把竹竿，山上有竹子，把竹子砍下来，那个竹节打通，就变成管子，一根接一根，把泉水接来，你像自来水一样。啊，接到我茅棚里来，啊，那个路差不多有1公里多长，啊，竹竿一根一根接过来，啊，常常啊有水断了，没有水了，那什么原因呢？山上有野兽，把我们的管子绳弄断了，啊，所以循着这个管子去找。再把它接起来，啊，它是泉水，啊，自己种一点菜，那个时候没有化学肥料啊，啊，我们还要挑粪，都得自己干呢。一个星期到埔里去买一次菜，要挑个担子去，走路啊，没有交通工具，啊，从茅棚走到埔里，要走2个小时，走路要走2个小时，啊，来回呀，4个小时。在埔里耽误的时间大概2个小时，啊，买东西，挑一个担子，我能够挑30几斤，啊，一个星期去一次，我在山上住了5个半月。修复啊！啊，禅云法师教给我拜佛，规定我一天拜800拜。啊，我老老实实一天都不缺，每一天拜800拜，消业障啊！啊！为大众服务啊，修那么一点福报啊。回想当年六祖慧能法师在黄梅啊，那是修复啊，8个月。我在埔里是5个半月，离开埔里到台中，李老师在那里创办慈光图书馆，我去的时候还在筹备期间当中，我在图书馆服务。啊，那个时候我就不做这些粗重工作了，给他管理图书，啊，在图书馆里面担任一个管员，啊，一个管理员，啊，人手少啊，图书馆只住了3个人，我们年龄都差不多的。图书馆里面所有一切工作，我们3个人分担了，不需要下厨房，除了不要下厨房之外，其他的什么工作都要做。啊，
年轻的时候有体力，啊，那么到慈光图书馆呢，这个工作之余啊，学讲经啊。所以，修福修慧呀，自己要抓住机会，要真干啊！老师在旁边，虽然一句话不说，他很清楚，很明白。啊，尤其我们初到台中。我们的工作、言行、学习，他暗中注意啊。啊，发现我们还能学，还可以学，啊，他可以教，他就认真的指导。我去亲近他，两个介绍人，啊，第一个介绍人朱金洲老居士，第二个介绍人禅云法师，啊，这两个人，李老师都很尊敬。我们自己若是不认真努力，对不起介绍人。啊，老师善教，学生要会学。会学没有别的，就是依教奉行。啊，老师教的，对自己肯定有利益。啊，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利益呢？你依教奉行一段时期之后，你就明了了。不能依教奉行，这个利益呢，你自己永远不能觉察到。啊，下联句老居士常讲的真感。不真干不行呐！啊，真干的人没有一个不成就。这一首偈颂里，设方广大刹，一阶勤修行。我们看菩萨了，这个不是普通菩萨了，地上菩萨、摩诃萨了，他们活动的空间大。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他们活动的空间呢？上求下化了啊，到一切刹土去拜佛供养佛，听佛讲经说法，这上求啊。学到之后，他会落实在自己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之中，那是下化。他所接触的是十方世界有缘的众生，一劫是时间长啊，长时间从来没有中断过啊，勇猛精进在修行。我们阿赖耶里面的烦恼习气太多太多了，过去无始劫来我们就迷惑颠倒，生生世世在搞六道轮回啊，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把它修正过来，短时间哪里能办到呢？菩萨粗重的习气没有了，肯定没有了，还有极其微细的。这个经教里头告诉我，八地菩萨他见到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习气种子，我们是听说阿赖耶识在哪里不知道啊，找也找不到啊，八地菩萨才发现，发现呢，当然他就能够把它修正了。啊，这是八地以上菩萨修行的境界。他修什么？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七地一前啊，大概我们一般讲初地到七地转第六意识微妙观察之，转末那时为平等性质，在这上用功夫啊，到八地才发现阿赖耶。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之后，尘俗作智渐渐就趋于圆满了。转八识成四智，是地上菩萨的事啊。我们如何学呢？我们学习的办法啊，仅仅是少分呢、啊。实在讲，这个少分，连边也沾不上啊。但是总是一个方向。方向没错，那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要放下分别之处。我们从这里下手。从什么地方看成绩呢？一年一年呢来做一个比较。今年跟去年相比，我们见色闻声，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分别，是不是比去年轻了？如果比去年轻，我们的修行就有进步了。如果仔细去想一想，跟去年还差不多，那换句话说，没进步。如果说我今年对于这一切事情的分别执着比去年严重，那退步了。从这个地方反省检点，真做功夫，功夫得力，然后把时间缩短，半年半年比较。我今年这个上半年跟去年下半年做个比较，功夫若是得力呢，一个月一个月做比较，我这个月跟上一个月做一个比较，看怎样。诸位同学，这叫做勇猛精进啊。如果你能够比较啊，一个星期做一个星期比较，我承认你是菩萨，你不是凡人。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不一样啊。如果能做到月月不一样，你这一生如果是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问题。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呢，你已经拿到手上了。月月不一样。如果你真的要是每一个星期不一样啊，你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你生死自在了。你想在这个世间住个若干年，一点妨碍都没有。你就得大自在了。我们今天谁来教我呢？老师善友，没有别的，你心目当中最尊敬的人。为什么呢？他说话你听，这就是你的真善知识，你的老师啊。这个人道德再高，学问再大，你对他没信心啊，他讲话你不会听的，不能依教奉行的，这个人不是你的善知识。我们在中国佛教古来祖师大德戒引学人，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太多了。
你看看一个年轻的学人，就是修道人，参访一位善知识。见了面之后，这个大德给他讲，你的缘不在我这里。你到某个地方去参见某个法师，你的缘在他那里。这个年轻人到那边参学，果然成就了。什么原因？是不是这个人有神通呢？不见得。见面总是谈谈话嘛，尤其是初见面嘛，总会问一些问长问短嘛。一定问的时候，在当代，这些大德当中，你最敬仰的是哪一个？会问的，你想学的是哪个法门？都会。问完之后，这善知识介绍了，你最敬仰的那个善知识，你的语言在他那里，你应当跟他学。他自己有能力教啊，甚至于自己的德行这个成就高过那个人，但是你这个学生对他没有信心你在他这个地方啊，你的光阴呢浪费了你学不到东西。古今中外呀，一个道理。他到那边去修学呢，果然成就，那就是他心目当中最仰慕的人，一教奉行可是还有一桩事情你不能不提防，那什么事情呢？好事多磨中国外国古往今来没有例外的会有人呢从中破坏你仰慕那个善知识，他会告诉你那个善知识有什么缺点有些什么毛病他有些什么过失有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他来跟你讲破坏你的信心。这个例子太多太多那么问题就看呢，你有没有智慧？你的信心会不会动摇？这些人来说话的两舌其余造谣生事信心动摇。你就完了这个我们一般讲呢，要看你的运气了佛法里面讲呢，看你的善根够不够深厚了。一念疑惑，你的道心就退转了，你的信心降温了，造成道业上的严重障碍。谚语常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古往今来，哪一个修行人没有遇到过呢？我亲近三个老师，你们同学们都知道啊，都有许多人在我面前说他们的过失啊。我是什么个态度呢？这从小受了一点家教啊，儒家的教育，听老师之过，就像听父母之过，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啊。而且我听了怎么样呢？听了赶快回避，我就离开了，我不再听了啊。这个态度有效啊，因为他们讲我不听了，以后人家就不在我面前讲了。哎，他讲你喜欢听，哦，那好了，你不可能不受影响啊！你受影响，谁吃亏呀？你自己吃亏呀。他不吃亏，善知识不吃亏，你自己吃亏了。这些话没人教了。这些事，任何一个真正发心修行人，不可能呢遭遇不到的，肯定遭遇。为什么呢？你生生世世冤亲债主多，他们不会让你成就。为什么呢？他要报复。你成就了，他报复不了了，你出了三界了，他找不到你了。总得想尽方法把你留在三界六道。总有一天因缘成熟了，你要受果报啊，欠命的要还命啊，欠钱的要还钱啊。事出是件事情，没有什么便宜好占的，这是真理。所以修行微细的这个烦恼习气啊，等觉菩萨还在勤修行。我们不修行的人，那是烦恼习气太重了，压的气都吐不出来了，而不知道自己有过失，能有正辩智，一切诸法海啊！这两句菩萨能做到。我对我们来讲呢，如果你这一生当中也一生抓住大好的时光，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能够有个三五十年呢，也有一点成就啊，真正有成就了，别人会找你，会邀请你，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交通便捷，资讯发达了。如果你真是出了名了，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邀请你，你
能有真辩智啊！啊，就是一切诸法海啊！啊，你可以对这个世间，在这个地球上，啊，到处弘扬佛法，有一点点相似。这个菩萨们，他们游历的是十方广大刹，啊。我们可以游历这个小地球，啊，在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不能着相，啊，决定不能着名闻利养，不能够贪着五欲六尘，啊，名利丝毫贪着。决定堕落了。唐朝悟大过师是典型的例子。我们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谨慎。事情要做，明文立言丝毫不可以沾染，不能够受诱惑，心心都在道上，啊，念念帮助别人破迷开悟，转恶为善，那就对了。好，现在时间到了。